哎，小姐姐，哎，打扰一下，就问一下你们这边那个海棠民宿在哪里啊？就是这里啊，这个就是。啊？你这里就是海棠民宿啊？对对对。哎，我的天啊，我是那个就在网上有订你们这里房间的那个啊。啊？啊，对对对，我刚刚有给你打电话，你没有接。刚刚在打电话。啊，好吧，没事。我都从这里，我从这下面走上来，然后我走到上面去，然后他们说在这下面。哎呀，哎，我这个雨伞放哪里？放这里吧。哦，哎呦，好，谢谢啊。哎呀，啊，你们这个民宿好特别啊。这个自家修的吧？啊，还不错，挺有特点的。我就是第一次见民宿有在半山腰的。啊 ，OK， 可以先看一下房间吗？可以。哎，好，好，好，麻烦你了啊。哎，你们这还弄了一个卡拉 OK 啊？对对，我还可以唱唱歌。哎，挺好的。啊，我看看房间。啊。哎，还可以。嗯 ，OK，OK， 好的。啊，我先把包放里面啊。哦，可以。哎，好的。刚喝水。哎呦，谢谢啊。休息一下，哎，你也坐啊。哦，好的，好的。哎，哎，对了，小姐姐怎么称呼啊？叫我海棠就可以了。哎，海棠。对。哦，这家店就是。用我的名字。哦，就你就是老板啊？对的。哦，看着你好年轻啊！你几几年的？我2014年的，去年上19岁。哇，好小啊！这么年轻就年少有为，人又漂亮。没有没有。有男朋友了吗？暂时还没有。哎呀，哎，你这身衣服很好看啊。这是我妈妈的，这是我妈妈的，然后她都送给我。送给你了，啊，很有民族特色。对，这个衣服。是我们的民族服装。嗯，很好看，很不错。谢谢。哎，对了，小姐姐，就是厕所在哪里啊？厕所哦，在这里。哎，好，带你去哪这里。啊，不用了，我自己去，我真的，谢谢啊。啊，这个雨好大呀。对，这个雨下的太大了。啊，好恐怖啊，这个雨。前几天太热了，今天下雨还挺舒服的。啊，是的，挺凉快的，但是这个雨，这个房子它顶不顶得住啊？顶得住啊，您大可放心，我天天住在这里没问题的，很安全。没事，我开个玩笑而已啊。哎，好大的雨。饿了吗？啊？你饿了吗？我吗？对对对。啊，你们这里是，我看网上说你是包三顿饭。对对，是真的，是真的。真的？对，是真的呀，我们吃什么你就吃什么，不过吃的有点随意。啊，没事，我不挑食的。那就你先去收拾，然后我给你做饭吧。啊，没事，我帮你嘛。没事，不用不用，相信我，啊，相信我。真的不用吗？你先去收拾，等一下做好了我叫你吧。哦，那好吧。哦，好的，麻烦你了。没有没有，你先去收拾。海棠，你们家的洗，哇，我的天啊，好漂亮。怎么了？啊？怎么了？就是。那个，你们家那洗衣机在哪里啊？我想洗一下衣服。你要洗衣服吗？对啊。啊，你给我就可以。啊。你给我，我帮你洗啊。哦，不用不用，我自己衣服我自己来洗就好了。啊，不用的。你饿了吧？给你做饭吧。啊。啊，好吧，谢谢。你先休息一下，我把衣服换了，然后我给你做饭。啊，哎，为什么要换衣服啊？这衣服怎么好看？就是穿的这些不方便，是吧？那其实我就是还没饿啊，就不用吃早饭的。不饿不饿不饿。哎，你为什么今天穿的这么隆重啊？嗯，就是马上要过火把节了嘛，然后就是他们给我送过来，我试一下合不合身，就是。嗯，挺合身的，嗯，挺好看的，特别漂亮。啊，真的。哎，哎，对了，我可以给你拍几张照片吗？太丑了，对吧？不，很漂亮的，你很漂亮的，你现在就是属于沉鱼落雁、闭月羞花，一点都不丑，很好看的。今天下雨了呀，天气啊。没关系嘛，现在下雨，
嗯，我感觉下雨天和你更配。哎，等一下，怎么了？没有，我就觉得你现在这样很好看，特别漂亮，真的。我可以这样给你拍一张照片吗？可以啊。嗯，好的。哎，拍的啊，好漂亮啊。就这样挺好看的，特别好看。有没有说你就是穿这种衣服的时候特别好？真的很好，漂亮。哎，好了，下雨来了，又好像要下大了，我们先回去吧，快点，我们先回去，慢一点哦。哎，海棠。今天谢谢你啊！你谢我干嘛？因为你圆了我一个梦想。圆了我一个很大的梦想，因为我很想拍美女啊，所以今天我拍到了。我又不美。不，你很美啊，你漂亮，而且你笑起来特别好看，特别甜，真的。对了，我还有一个愿望，就是你可不可以？转一个圈啊，就是穿这一身的，穿个圈我看着看。可以啊。哇哦，太好看了吧！你别动。怎么了？你把头低下来，头上有东西啊。哎呦，这个。啊。啊，有些叶子。可能是刚刚拍下来的样子吧。嗯，应该是。你看叶子还是桃心形的叶子。嗯。我去换衣服给你做饭吧。啊，嗯，好吧。可是我还没有看够啊。可以，我去再看一看。好吧。